牵牛走红毯。昨天有跟那个阿华，就是那个蔡昌健有聊到嘛，就是他说，就他牵牛坐流苏上这样。哦，对，就是只是讲讲嘛，大便是喷我、啊。不是，对。所以现在在找牛了。对，现在海选牛。对。可以找五龙五狮啊，找亮。假牛，对啊，对啊，假牛不帅啊，真牛吗？你怕不受控？就是像，而且牛看到红色红粉，它会俩红，俩红爆红。对，红色他们都比较敏感，还有闪光灯闪一闪，你按钮。所以第一时间对啊，可能会生气。对啊，闪光灯闪它地上又是红粉，就那么多。你叫菜没事，我跟你讲，我找我们拍戏那一只，我已经会控制它。被吃掉了啊？那只还确定？当然活着，两只哎，至少有一只还在吧？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赶拍当中啊，然后我们那个拍片的场景，它是有很多小环节，我是正好在梳化妆，然后我就听到梳化间有人在看那个现场直播。我看他的眼神，他不用讲，我大概就知道，这个人讲的有误会。你就很紧张，接着想要知道，就其他的奖项，对他的兴趣、编剧这些有没有误会？然后他们说，没有，你告完你，我们就关掉了。OK 了。但是我不能叫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都还在工作当中，哇之类的，这样抱着自己的大腿，激动了一下下，然后整理一下心情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对，因为很怕影响到大家的工作情绪，因为我们怕说，我一直在想说，今天要公布这件事情会让我在戏里面的状态很浮动。那朱宣阳没入围，你会觉得可惜？超生气啊！好了，也不是超生气，当然对手真的很强，真的有太强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的这个，因为小猪的表现真的很好，在有限的篇幅里面，他可以这样，我觉得已经是真的很棒。那相较其他演员在这么长的剧里面的篇幅跟重量，的确就是小猪。没有，因为我本来想的副手是一个朋友，对，本来以为是，哎，结果不是，完全也是演员，不是正经，男的。